啊，是可以不用买啊，但是家里要很大啊。我说不用放在电视柜，就没有钱买电视柜，然后才会来买这个啊。那个还没有钱买电视柜，你家里也要够大啊。不用啊，就不是啊，放地上哎、欸，放地上就不用。这样很大呢。哎、欸、，GoPro 哎、欸，这样很大呢，这样看。不是啊，我就放地上。然后放蓝骨头，然后刚好你都那么低，哎，不是就刚刚好吗？这很赞的。有吗？不是啊，就没有打这一台，就又没有钱买沙发。15万呢？15万呢？不是啊，你那个系统家具电视柜也要25万吧？哦，买家具买一个柜子，那个也才不用多少钱。系统电视柜。用啊，不用啊，不用啊，那要多少块就有了 啊？你沙发一个就10万啊，沙发本来就应该要有的、啊，不用啊，我他就不用买沙发，所以才会来买 Costco 便宜电视啊。哪有，我这25万，那个25万是，太贵了啊。为什么会太贵？这特殊尺寸哎，这坏掉还没买，还没办法修了。你看 IMAX Enhancement。量子点呢、欸？这也是旗舰款啊，120赫兹，这可以玩游戏耶。对啊，还有声控哎、欸，还有 HDR10 啊，所以它什么都有啊。所以啊，很贵啊。对啊。我要想买这台的话，你要确定是你的。很赞啊。对啊。你看，马上就有人要看啊。这要搬进去家里都很辛苦了，搬。对啊，那是电视。电梯进去吗？摆直的啊，就把它拉摆直啊。这个门是不是也很难进？对啊，转弯是不是转不了？你要直的，很直的可能再立直。等下这直的都进不去吧？这个很这很宽哎、欸。对啊，这直的要够大啊，门也要够大啊。这电梯都进不了。你们家那个要转进去？对啊，我说要不要转？你就转不进去。对啊，我拿不进去。不是一般家里就随随便便可以放的啊，可是放地上是 OK 的啊。家里要够大，要够大。放可不是啊，我说放地上 OK， 那够大是只要是那个是其次啊，第一先要进得了家、啊，进不去你就只能坐在门口看电视了啊。不是啊，可是如果我们家的门都进不去，那没有人买得了这个电视啊。哎，有的人家门那个梯间比较宽啊，他就可以进去啊。梯间是什么鬼？就是我们家那个梯进大门的那个宽度比较大啊，他就容易很方便转弯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不对啊，对呀、啊，怎么不对？他这样子，那这样子，对啊，我是这个，嗯。看这个，妈妈已经打电话来了。喂，120几公分啊，很耐。然后呢？这有尺寸吗？好，哇，540瓦！看你的耐，快点。啊，妈妈说传一个耐给你。不是这540，你看要不要买啊？这540瓦哎、欸，对啊，你一打开就卧水，超热。哇，你还开冷气都不会凉。540瓦，我冷开冷气还我冷气才1000瓦而已，所以你那个发出来的热冷气都没有，它是纯白荧幕540瓦，而且应该很亮吧？那眼睛会瞎掉啊。